一个可以把它剪进去。噔噔噔噔噔，好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我走了。没有，因为你这个比较新啦，所以会比较涩，就用久了一点的会比较好用一点。没有唱，哎，你看看这个还反弹下去了，这是怎么样呢？你有没有感觉到那个？你看，我一松手，它就，而且在它这个。哦，你说它会反弹回去的。对对对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那没有，因为那边塞住的关系啊，所以你暂时压不下去，它就会反弹回去。我跟你讲，你就直接把它再倒回去，就是整个把它往后面倒。整个往后面倒。对对对。稍微让他看能留一些出去那样子，你就把它倒下往后，对对，反正也不会流出去嘛，对，倒回去然后再摇一摇那样子。再来一次。等一下，我来弄一下。